哎，大同医院站不站？站。台湾观光医疗协会站不站？站。疫情趋缓，各国边境解封，为了把握机会发展台湾观光医疗的相关产业，2022年12月14号下午，高雄市立大同医院特别跟台湾观光医疗发展协会签订合作备忘录，希望透过大同医院专业医疗跟整合照护系统，结合台湾观光医疗发展协会的资源，吸引更多的海内外人士前来台湾接受优质的医疗照护，带动医美、长照、健检等相关产业的发展。那所以我跟这个医疗观光医疗协会来做合作，那签 MOU 就是希望我们发挥我们的专长，那由他们来发挥他们的代办功能及他们的整个营运的方向，让我们能够顺利，并能够顺利来到医院做治疗，那也能健健康康的回家。台湾观光医疗发展协会理事长徐锦琦，目前也是维新医疗集团董事长，土生土长在高雄，拥有享誉国际医疗声望的徐锦琦说，这次很高兴能够跟高雄市立大同医院结盟，结合南台湾最顶尖的医疗团队，一起开创大健康产业无限的未来。主要就是说，现在用台湾观光医疗发展协会的名义，我们在参加所有重要的这个医疗展览，包括在明年一月底会在杜拜有阿拉伯医疗展，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当然特别率先，我们把我们大同医院的这些影片啊资料，能够透过这个展览呢，能够传播到阿拉伯世界或者是全世界。大同医院院长也是著名的骨科教授傅颖志在签约仪式中致辞表示，大同医院在全体员工努力下，不断扩建医疗服务空间，提升全方位医疗照护，已经让大同医院成为高雄最有智慧、健康、快乐的病友天堂。这次结合台湾观光医疗发展协会，就是要让更多的海外人士前来台湾感受大同医院丰富多元、贴心温暖，加上高科技的专业医疗照护。记者陈文旭、萧佑京，高雄报道。